哎、欸，你这两天瘦了呀？哎呀，我又瘦了。对，你还记得我吗？瘦了就不行了、啊。不记得吗？我记得。恭喜两位这次入围的金马奖，这都是两位的第一次嘛？金马奖。哦，对。你也第一次。哦，我第一次。谢谢。那今年真的应该就是，就可能就二十几年没有中过什么发票。对，然后刮刮乐也没有中过，累积下来的一些运气，好运都在那边。对对对，六十三年来第一次有拿到两个奖啊、哦！啊，不是，还没有拿到，只是说我很想要，真的很想要，很想要。技术上觉得最挑战的是，本来是弹钢琴，然后我又是一个钢琴老师，然后有在戏里面有自己创作歌曲。但是后来大部分就是都被剪掉，因为导演有说就是碍于篇幅的关系，后来又把它变成剪成我们的主题曲的 MV， 对，所以还是可以在 MV 上面看到。对对，谢谢导演淑芳阿姨给我很多照顾。没有，这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戏哦，你跟我对戏，我不丢给你，你会演吗？不会吧？你不丢给我，我也不会演啊。你想到最后我讲到你叫一声妈之后，导演没有，本来就两行开，这不没有行开，我两个人哭，后来没有办法，我就把他抱在身上，两个人哭啊，就这样。还不会喊卡，我还没喊卡，就喊卡之后一阵子，导演好长的时候，好像几分钟，之后再跑进来，就趴在那个床上，我好感谢你们两位把我演得这么好。因为这次还有另外一部入围女主角，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说。没有啦，今天我们谈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谈这个，那下次还要谈。啊，这样我们还要再另外约你。哎，对了，没关系的，我就少睡一点。因为一些奇怪的状态，呼吸在发生的时候，其实会有一些奇怪的声音跑出来。那也是我希望说可以被看到的，所以的确也有尝试去揣摩一些声音。我要让你上人，导演你好可怕。想要请你，你知道我想干嘛的？可以，我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点？因为我带学生玩过这个东西，因为大家都很好奇这件事情。那我就是说，其实这个声音有时候你就是去玩呼吸造成的结果。对，我可以小小的示范，就是我们在，因为我在讲话的过程中我不能断，因为我不能够我哪里笑不了，我不能这样嘛，所以你就要去玩呼吸，那个呼吸就会变成是，如果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就会变成是，我让你，你一直讲嘛，我让你上不了天又下不了气，我就是你要呼吸，所以它就会有奇怪的东西上来，救命了，这个烂做出来的。我刚刚看到实习，我都觉得有点那个电影的画面跑出来。对，你有没有觉得拍完这部电影之后好像真的更多人认识你这个人？认识我没有错，可是在路上还没有人知道是我。跟里面角色的那个反差太大了，差太多了，所以觉得哎蛮好玩，没有人认得我这样。网上看新闻请下载 TVBS app 或直接按订阅 TVBS 新闻频道。